好，那先讲解一下这个，副歌的尾段哦，有一个一和弦 A mi G D F 升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角落这边有写它的节奏，那弹起来感觉是这样子。哦，假设这个一和弦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上面写的，一边弹一边跟着看哈，它是一 and 二 and 三的时候休息 ，and 四的 and 的时候 A mi 休息 ，and 二 and 的时候换休息 ，and 四的 and 换休息 ，and 二 F 三 and 四。最后呢，八下的一和弦，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， 那其实这样子很辛苦，又看这个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， 这样其实很辛苦。我们可以用歌词的了哦一些字，然后呢来做一个暗示。所以像这个一和弦这边是这样子，快要融了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呢拉起来，不管了的时候把它拉起来 ，A mi 了，休息，不想。乐，对不对？聚合弦休息，不等乐，哦，又换了，然后休息，不要不，哦，又换了，休息，快乐，哦，就不要再拉起来了哈。然后一和弦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好，那如果跟歌的话，哎，原本速度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原本速度听一下这里。正常速度就是快要入了，不快乐，不想乐，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A mi恰拉，拉恰拉，下拉。